没事没事。好可爱。那个贝贝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洗洁精吗？可以。他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他翻了一座山去找贝贝。对。好，谢谢。要不我来洗吧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来。这太油了。你要不然帮我分个类，就是看有什么就什么东西放在一起，然后我洗完给你一个。对，你往那边摆好了。闷闷不乐的，一看就是小孩子。哎，怎么叹气呢？来点水吧。要不要帮个忙？没事，这就一个池。这里就一个池，人都不说不用，我这里只有一个池。要不要帮个忙？没事，这就一个池。来，贝贝，你就找一个地儿，你可以把它擦一擦，往里面放。溜下去了，又溜达下来了。要不我洗吧，你洗那么久了，真的。马上好了。这还有好多呢。占一个手得了。贝贝是今天想干活，要不觉得？要不觉得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可能干不上活了。没事，明天要不明天你把碗，你们把碗留着。对，不不，你俩上班本来就有点累，我没事，来吧。哎，所以你现在做自己品牌的话是服装类型的？我可以等一下告诉你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他不嫌尴尬吗？好尴尬呀！我突然想到，我之前想你是打碟。笑死了。自己是有设计啊？对，我是设计，然后包括后续工厂啊，然后在所有的市场之间都在做，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去考虑。好黑的电灯泡啊！明天早上你一般几点走？啊？你一般就八点走吗？八点出发？八点走。拜拜。拜拜。Yeah.